我很小，所以下冰雹啊。这两边应该都有，有烟就有瀑布。对，这个是美国瀑布。美国瀑布。对，它是隶属美国。阿迪比较大那个马蹄是加拿大瀑布。加拿大瀑布。这边完全看不到。平常来看要吃饭要来这边吃饭，然后我们是。要拍照。没人，冬天真的没人了。